不得了了，有一个老六啊！趁定书针不注意时候，就几秒钟做成钢铁魔方啊，而且还不会散开哦，竟然组装成一个钢铁魔方，看着十分很有趣，我也准备来做一个试试。哎呦，没有这要巧的吧，一出门就碰到这么大的定书针啊，拿回去把玩了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就可以来试试了，这是我第一次见过这么大的定书针，而且还是超大款式，里面会有什么，现在我们拆开它，竟然有这么多。点击这两个地方，小小心心就会变成金色蛋哦。我也来试试，据说点亮小爱心就变成金色蛋，还真的出现了，双击评论就有四个表情包，我选择它，你们喜欢哪一个呢？然后点亮星星，再来点击转发，就能看到四个好友了。接着就来试试看，能不能拼接成钢铁魔方。拿在手里玩可以当做指尖陀螺，而且还不会散开，待会就给我弟试试看。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自己尝试做一款哦。